深夜よ。深夜よ。ああ、一天晚上多干啥？哎呀，老舒服了。蹭蹭一块一块，头发一块的。底下还湿着吧？忙活就不沾，哈、嗯。忙多少有点儿不公平。你这样干多的，洗头洗澡你就得堵，你不堵这个底下这炸膜这一块都是湿的，浇不起来。哦。那个影响听力了。对，那前两天老是给上火一样，长满一样里边。什么火呀？就是你洗头洗澡是进水的泡呀，它潮涨动。对。上火一丁点儿的关系都没有。就一动一下二臂上了。哦。那个不要弄。